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沙皇俄国占领中国的土地、可能有300万平方公里。海参崴这个地方啊，中俄北京条约中啊，有满清啊割让给沙俄。这些不能等条约自这个民国建立以后，不管是这个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不承认的。周恩来去苏联去签的这个合约，不确定的不平等条约的基本都承认了，包括这个承认这个蒙古独立啊，包括海参崴。那海参崴是一个不动港的，出去直接就是大洋了，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这个基地。像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呢，华人占了一半以上。爱辉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，苏联列宁他认为都是平等条约。苏联大清洗期间，海参崴和这个远东地区华人都已经惊弓之鸟了，亲戚朋友都被害死了。中华民国期间嘛，大概就剩下200-300华人在里面。种族清洗其实就是俄罗斯做的最厉害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